伫厝透过网络买物件，已经变成普遍的消费模式之一。防疫时期其实业绩嘛袂歹，即、這个财经自由准备进入传统市场了，让民众下单轻松来购买。今日市场云伟特特别到本饮料的市场来视察市场的防疫工作，佮有财经自由的推动效果。今年菜市啊，一开始就洗手的台仔，会当洗手进行初步的消毒。因为今年人侪所在拢需要多加注意，那是安尼，今日去摊贩，就会当看到有店家拢戴上嘴暗，更有透明的罩子来保护食物，和平常购买时阵更够保障。这个就是那个隔板哈、哦，它做我们大家都补助它一半，然后它出一半，那、啊、这样子，人家这些熟食哈、哦，在挑菜的时候不会避免口沫，但是老板也戴口罩，我们也戴口罩，就减少很多了、啊、但是再加上这个就更好了。除了做好防疫，上好的是票面出力。所以现在市府是积极地推动宅经济。不过台湾的宗教信仰是相当重要，一个月当中有未足节日，拢需要到市场准备拜拜。现在推动宅经济，麦当让大家在准备祭品的时阵更加方便。尤其是这处喜欢的市场在安南区，附近更有未足抢商，所以嘛希望借此会当让几挂劳工朋友在辛苦工作的时阵，唔免来烦恼。以今天来讲，有34摊已经成交了啊！等一下，这个第一批货品就要送出去了，所以说我们陆陆续续来做了。因为现在还有很多人是进去市场采买的，但是我们逐步建立起宅经济的能量啊。那如果等到万一，如果不幸，万一中央要求说大家都不要出门的时候，我们这个时候就比较驾轻就熟。未来市会继续推动宅经济，将整个制度来准备到更加完善，就是唔呐爱在防疫期间，将经济冲击降到上低，也为未来消费模式提早准备，让台南的经济会当越来越好。记者陈怡瑜安南区采访报道。